后这首歌呢，最后就献给你们。但是呢，在这之前我还要再讲一件提醒的事，就是等一下结束之后啊，如果你们想要跟我聊天或者想要跟我拥抱都可以，就是在门口，我等一下会在那边等你们。然后啊，跟我回家，跟我回家吗？真的假的？这个要求我真的还没听过。好，接下来这首歌献给你们，也希望你们有面对明日的勇气。记得我爱你。谢谢大家，我是王静蕾。